让我想想再告诉你。Lesson 8. Let me think about it, and I'll tell you later. 一、听力。1. Listening. 第一部分。Part 1. 第一到五题，听句子，判断对错。Questions 1 to 5.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三个人。我们家有三个人。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 一，我喜欢黑色的。我喜欢黑色的。二，这个商店的衣服很多。这个商店的衣服很多。三，公司的大门每天早上6点开。公司的大门每天早上6点开。四，小张昨天告诉我一件事。小张昨天告诉我一件事。五，你的衣服太长了，不好看。你的衣服太长了，不好看。第二部分。Part 2。第六到十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Questions 6 to 10.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你喜欢什么运动？ What sport do you like? 我最喜欢踢足球。 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football.六，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我现在很忙，你5分钟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六，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我现在很忙，你5分钟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七，这件衣服太贵了。那你再看看那件红的吧。七，这件衣服太贵了。那你再看看那件红的吧。八，大卫病了，我想去医院看看他。我跟你一起去吧。八，大卫病了，我想去医院看看他。我跟你一起去吧。
九，房间的门打不开了。我叫人去看看。九，房间的门打不开了。我叫人去看看。十，这是王小姐的报纸，你能帮我给她吗？好的。十，这是王小姐的报纸，你能帮我给她吗？好的。第三部分。Part Three。第十一到十五题，听对话，选择正确答案。Questions 11 to 15.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例如。Example。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小王， here are some cups. Which of these cups is yours?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小王's cup? 十一，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让我想想，你看是不是在床上？男的在找什么？十一，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让我想想，你看是不是在床上？男的在找什么？十二，你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情吗？我想问问你，晚上去不去看电影？女的为什么给男的打电话？十二，你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情吗？我想问问你，晚上去不去看电影？女的为什么给男的打电话？十三，外面天气很好，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吧。好，打篮球怎么样？男的想做什么？十三，外面天气很好，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吧。好，打篮球怎么样？男的想做什么？十四，你好，我房间的门打不开了。好的，先生，我叫人去看看。女的可能是做什么工作的？十四，你好，我房间的门打不开了。好的，先生，我叫人去看看。
女的可能是做什么工作的？十五。我想给妈妈买件衣服，你看这两件怎么样？这件白的有点长，那件黑的有点贵。女的觉得哪件衣服不错？十五。我想给妈妈买件衣服，你看这两件怎么样？这件白的有点长，那件黑的有点贵。女的觉得哪件衣服不错？